家早安，我是东瀛走桥的爸爸，我现在人在新宿的金王饭店，我们今天要去看富士之音，然后去采草莓，我们来看今天的行程吧。我们这次一用行程是使用 JTB 的 Sunrise Tour， 那一个人大概10,000块日币左右。我们现在到了就是第一站郁金香的花园，我们现在的所在地是静冈县的森林公园，每年春天的时候都可以欣赏到150种200,000朵连绵不绝的郁金香，然后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富士山哦。这是死刑的伙伴，有胖嫂，假 YouTuber， 还有 Yubi Kiho， 还有 Big Frog， 他怕露脸。郁金香花田往上走啊，还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咸蛋超人主题乐园。我刚刚听说那个胖嗓就有稍微尿一下，尿裤子。没有尿了。Would you like to try Yubi san? I want to try this one. Roller coaster? Yeah, roller coaster.好了，我们差不多一个小时要回车上喽。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到就是下一个地方。现在到第二站，这边是看富士山的知音，富士知音。带大家稍微走走看看吧。它只是每一个区域都有各种不同颜色的花，这样子，那可能品种也有些许的不同。富士知音季呢，每年大概4月中到5月底，约一个半月的时间展出。然后呢，展场里面大概有800,000棵知音，非常的美丽。稍微走一下到喷水池的附近，就可以看到这边的全景。这边照相起来应该最漂亮的啊！看到胖厂在照相，哎。在行程规划上面啊，建议大家来这边来花个一个半小时或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到了有点类似 food court 室外的 food court， 然后要点餐买餐券，然后才可以买东西吃。我点这个是看起来有点普通的富士山咖喱。打中了吗？打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！哇！怎么的？接下来第三个行程是采草莓啦。我们刚刚稍微听了一下，现在是采草莓最好的时间，然后我们等下就来吃草莓喽。哦 ，very sweet. Really? 哦、nice. 哎，我们看一下胖嗓的多少？哇，他背后的一年。刚刚虽然只给我们半个小时，但其实呢，我们吃了15分钟，大概就已经大满足。那要回到车上了，我现在要去最后吸引包括什么？就酒厂啊。我们现在到这边呢，是做清酒的地方。坐了大概2个小时，塞了一些车，我终于回到东京了。我们现在来到吉祥寺，要吃我们最喜欢的咖喱肉鸡乌拉汤咖喱。What's the next journey, Yubi? Your next journey is what? Tapioca time. Tapioca time. Yeah. All right, cool. Yeah. That's about it.
All right. Yes. Cool. Got a reason to come back here again. Yeah, right. Max sweetness. Okay. Of course. Okay. 100%. 我们刚从机场四周吃完饭，然后就喝完这顿茶，现在要回家喽。那今天就这样子啊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